听众朋友好，近年来国人对于3C产品使用频率不断的上升，加上逐渐的高龄化，眼睛健康的话题受到重视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益匠眼镜的张凯琳老板张老板好。阿美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，它不但可以传达情感，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。眼睛是全身可以直接看到血管的部位，所以很多临床上患者都是透过 眼底检查发现自己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严重风险等。也因为如此，虽然一般的眼镜行只有验光服务，但是益匠眼镜却拥有许多专业的检测仪器。没错，益匠眼镜拥有眼底相机、角膜地图仪、瞳孔定位仪等专业仪器。眼底相机主要的功能是检查视网膜、血管还有红斑部是否正常。 而且我们不久前刚进一台全新的视网膜光学断层扫描仪，只要5分钟， 就能高解析黄斑部、视网膜、视神经扫描切面，提供更精确的验光服务。是的，灵魂之窗真的需要我们特别的照护。谢谢益匠眼镜张凯琳老板的分享。谢谢阿麦，也祝福听众朋友拥有健康明亮的双眼。以上是今天的宜兰大小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